煮完了就得一大可乐瓶子，啊，1.25升、啊，现在这不是不吃了吗？啊，不光吃点那个营养的那个氨素，啊，一天我就是照着一锅半罐那么吃，嗯，现在感觉就是腹部没有以前那么膨胀，啊，胀大起来，也软了，就是这么按着，啊，也软了，就好像不像里头那以前那么胀，啊，现在就是有个侧边原先不有个漏的。嗯，出中间漏，侧边不漏，啊，这个开始长了。是啊，他那个，你因为你原来老胀着嘛，他那个地方老绷着劲儿。你把门关上了，把门关上了。啊，就是这个，这是中间这个漏的。嗯。就是这边这个漏的相对少。你少一点，少点。嗯。哎，比上次好，上次都是那白的脓，那个软这边周围。这个侧边这个，嗯，说话底气比上次来说好一点，这个开始长了，开一点，开始长了是吧？开一点，对，哦，明显的，这个明显好转了，对，是吧？上次那个孔挺大的，就是您不说中间有一个什么，会出现一个梗，对，但现在感觉是斜着的，斜着的，感觉它是一个粘连。嗯、就是肠子黏黏，就是这个地方，有时候现在吧，就是感觉那个气儿，啊，走到这儿，走不动，就是不是走不动，就是速度快，里面全是气泡，所以一下就顶在这儿，然后从中间呲再出点东西，也是以气泡那样的为主。啊，行，那也祝贺你。不过自己感觉一来他就说精神，今天反正精神好多了。我现在要再摸摸腹部，我想摸摸你小肚子，小肚子在这边，小肚子这边，对，自己感觉精神状态怎么样？好多了，比以前有精神。现在劲儿呢？有力气。就是行，您老师。现在就是锻炼的量还小。没有锻炼，散步就行。没有大力。嗯，只要开始好转，咱就，嗯，有信心了。好事好事。这刚多短时间呢，是吧？这边有一个星期吗？有。啊，这刚一个星期了。不是那个，现在就是吃完东西，往上嗝腻，还是嗝腻，溜溜溜溜那里头。啊，能理解。嗝腻，没事。就是那个里脊厚重那种感觉，轻多了。啊，嗯。行。对，没事，早点恢复，真是。这就是一个方法的转变，是吧？方法的转变，就是现在就不敢吃固体的，比方说饼干，现在就不敢吃，想吃不能吃，不能吃。现在说要定下来想想，你早上起来吃两个鸡蛋，两个鸡蛋。所以现在开始吃一个鸡蛋吗？鸡蛋我想吃，但是又怕鸡蛋进到肚子里啊，它蛋白质高蛋白不产气儿吗？不会，我怕咕噜咕噜噜。不会不会，你这个不会。如果加上鸡蛋不过敏，因为蛋白是对生命的全体，就是我们细讲营养是吧？营养全是吧？这是对的。但是呢，最重要的还缺什么？缺少生命力。你说你为什么老感觉那么苍老？就是没有生命力了。那么鸡蛋是一个生命力活力最强的，就做鸡蛋羹吃。哎，鸡蛋羹这样它柔软嘛，它如果这个鸡蛋要蒸好，它全吸收，没有渣，就是大便少，是不是？就相当于按饲养它无渣式，相当于这样，是不是？其实我想吃这些东西，因为老喝这些氨素这个，其实天天我这人对烹调方面还特别感兴趣。特别感兴趣啊！你慢慢来，别着急。然后这现在弄得什么都不敢吃，完了就上网，完了看那些烹调那些照片，哎呀，这个会做，不看；这个吃过，不看。天天就看照片过瘾，上网。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有这个身体有动，就是心里有体热，像我们叫中医叫湿热，有湿还有热，还不如体外。等把湿热排出体外以后，再慢慢就长。就是那我现在有点，就是轻微的腹痛，是不是就是因为肠子它蠕动快导致的呢？也不是，是不是因为你腹部有一定的寒气？还是？你按理说你就可以贴膏药，但是你有一点那种就是像着凉似的寒气。对，着凉的。
本来是这样，如果是假如说你那个腹部要是没有这种气体的，你腹部就不疼，它是这样。那还行，就是很轻微，而且次数也就两三次一天，也不是每次就是经常腹痛，但是有时有一点，我就感觉有点微微的腹痛，好像有点这个腹痛有点在，有点像什么呢？排气，就是腹啊、嗯，要排气，直肠要排气。问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是叫你排气？就我这个也完全像是的，不利于你的湿热排出，就是加上一下产生的热也不卫生，我给你说说，说在离上海是这样子，是吧？原先是干痹、啊，现在不干痹了、啊。但你这个从现在舌苔就是寒人家的，你这个上面一层白，这是寒，但是这舌头整个舌头是紫的，干预。整个舌头干瘪，就说明你的血液循环，血液里面脏东西太多。但中医看，中医说，西医说就是各种什么二什么说三油甘蔗啊，说这个东西太多。按我们说就是血液的成分。就是说我其实杂质太多，就锻炼还是少。哎，那个不是那个问题，还是肝的功能要让它加速运转。它的肝的功能加速运转，你这个上火太重。就是说它不愈合，就是你身体的体质，不是是你的血液成分。我就是一个月前发了次高烧那次，然后就哎呦，体质一劲儿往大。那个我发高烧吃那，或者就是我上回那个大夫，也是人介绍的，就是在东直门的万国医院。他那时候说是什么？他给北京东方中药大学写过教材，写过科隆氏症，我们经常认为他会治中医嘛，他用药量是别人的好几倍，量非常大啊，对，完了就是吃完他的药，他是说增加我的体质，这些药也是有除湿健脾。补气补血，还有什么活血这些药，但吃完了体质我是越来越差。你看我们这个泡脚的方法，这反而我体质上来了，感觉怎么样？对呀，比那立竿见影，我不用吃那么一大堆的负担的药，他们药还特别难吃。我现在不用吃药了，但我泡脚，那我上体质还上来了。我吃了那么多药，他虽然跟我说什么除湿健脾，什么健脾。我体质还反而下去，还发了次高烧。哎呦天！要不说您要早来北京，也不会受过这罪。别人现在还说话就挺好，我上学都没听说过这个病，得了我才知道啊，还有这么一个病。最早的时候是2008年的上半年，我就开始就是拉肚子。拉肚子是。我现在就是肠炎的。那你学的是？我中医西医都学过，你中医西医都学啊，我是从中医转到西医，毕业那两年、开始是3年都是中医啊，后来是找工作的西医，就西医的西医好找工作。对啊，后来我毕业时候去的是999急救，我是创伤外科的，就在门口那帮骨折啊什么的搭架子手术，外科手术我是干那个，那也特忙，就是后来在那儿也得病，得了一身病。干的也是，因为那时候大小伙子157，都瘦到120多，病殃殃的回来了。现在体重有多少？有100斤？没有100。没有100斤。哎呦，老惨了现在。不要掉一万块了，还恢复了157，是不是？谢谢。行，那也是。那我就给你包一包药。行。包两包也行。包两包吧。包两包也行。看看在网上看到您介绍这东西，感觉您懂这个，比前面那我以前那个大夫都懂。因为他别的您找那大夫，他是享受国务院津贴也好，主任医师也好，他们在本行业已经做出很大贡献。他们有，但是治克隆病他没有去。但是针对于这个病，他们没有去，对，没去做。我是没有遇到过这种环境。他哪怕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但他不了解这个病，我也。找他也是白搭，他也不会弄，只能拿我当个实验品。是啊，哦，
其实我们也是摸索过的，很多的患者对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前面的经验。是的，看您介绍的时候看了，感觉您是知道这个，所以我来您这儿我心里有底儿，不像那几个，那个是真没底儿。真是一个我们以前的。这个是原先我的病号。哎，我这跟他一样瘦。哎，你看这是治好以后的，治好以后的照片。治好以后。这是治好以后，你看，因为我只能这样，你能看出是一个人来吗？看不看？不，你看他长，你看明显这是。我就感觉现在这特像我这个。皮包骨头。皮包骨头这个。对。他是九，他也是1.78米吧？1.78米也是90的人。我也1.78米，你也1.78米，是不是？那就是，你看好了以后，不上班以后，一年不到一年，多半年有这种情况。我妈给我洗脚的时候都哭，哎呀，那小腿儿细，那个膝盖这么大，感觉那腿儿变成一样这么细，没肉，跟骷髅似的。弄哪个？是吧？现在这肯定的，他身体全是骨头。现在知道要擦了，以前都不知道什么。我就不敢让我妈看，对吧？对，心疼。前两天门头沟一个小孩，30多岁，直肠炎，也是哪儿看了膀胱，这3天暂时就有效果。是，但是我们这个大部分都在10天以内，但个别的人要20天。那时候怎么脑子就想着去西医看？不是，最早要走中医的话，我可能也不用就是现在这么惨。中医就是不会，他也好不了，但是也没那么惨。零八年走中医好。你说2008年就看西医，看到最后就开药了。但是你想，咱们现在西医普及比较广，大家对西医还是了解比较多，是不是？那我们现在责任什么？要普及中医。是。但是同时又还要发挥中医的长处和它的没有挖掘的这个基础挖掘出来，这都是挖掘的老祖宗的东西，是不是？然后自己通过实践。我们就是采用了，就是首创了，就是。不吃药治病，这么个姿态，就是身体上的，就是这样的，把他中医的弱点克服。因为中医喝药很难受的，都喝时间长都不想喝，是吧？我们正好不让你喝，让你泡脚泡手。药食对身体的伤害比你大，是不是？吃药三分毒，走的也是累。就中医，咱们太多很多有奇迹方面的东西，现在都失传了。你像我们节约的话，节约最少10倍，原料减少10倍，效果增加10倍，我们就真是这样子，是不是？是我们当时我一个设想，别着急，为什么让你们做我们那个病例？将来我们这个方法确实是能为国家、为老百姓这个患者能解除痛苦，而还为国家节约钱。我也会帮您宣传，是不是？我就是一个最好的广告。对。是，你们301不敢接，是吧？一些客不敢收，我们这儿试一试，是不是？就像以前那时候，咱中国人弱，没钱，看见外国人咱自卑，你说外国人好，外国人会长圆。对。咱们这个行业以后也会出现这种现象，老子是中医，你西医，去边去吧，你西医。是吧？你这做手术找西医。是吧？这样慢性病你找中医，你要想挨刀找西医，就这么说，咱这可以理直气壮的。老师，我是中医。高兴了，知道？心情好了，高兴了。高兴了，没事。这是这次给你开。这个也是啊，这个是泡的过程，如果出现什么反应，你随时都会，咱们随时调整药。这和药一样，需要不断的调整。你从你治到最后治好，可能需要几十次调整。这我知道，是吧？没问题。那咱们能说吗？到时候不好意思说啊，到时候不会，这是如实反映，因为我也干过这行啊，是不是？如实向您反映。您说了，您别说了。